三河古玩市场啊。看这小瓶子多好，没有头了，没有口了。这是两个青花小盘子，你摆摊儿够功夫钱吗？够中午能吃饭钱。你待会儿回还去岩雕不？你是开门啊？你去我就开门呗。哎，对，我来来来，这个将军罐，常温的就行，换一点。常温的不亮，不要凉的。凉的胃口受不了。这是博古将军罐，这个罐画的细啊，这个罐博古将军罐。多少钱一瓶啊？一块呀。我咋要两瓶？这谁跟我要两瓶啊？来一瓶啊。这有盖儿有点坏。哎，来两瓶，来两瓶，给我们邵老板一瓶。你还有肉的呢？你看我这钱都没有，那会儿我还吃药呢。我说大哥，这多少钱呀？那个咱们哥要的300，那个这是老的。1块了，这是过去的香挑。1、2、3、4，香道用具香挑。有，这是小花葫芦一对儿啊。我装上奶是奶，你知道吧？装上奶是奶啊。口鼓了，小花菇。这是一个帽头，大哥这货不烂啊！来吧，这家好玩，老风箱。这风箱也好，风箱。对，一般人不认得这东西干啥的。这风箱还挺干净。这小茶碗多少钱，兄弟啊？这个350，没毛病。你这刀上哪找去？我这还能破开，你相信不？这叫几啊？350。不是玻璃还，玻璃还搁下水泡完，民国小茶碗。你看这玩意儿，咱这脏好。这个有点小磕皮儿。你看这，啥叫脏？这才叫脏。这一对也不烂，有盖子啊。这一对有盖的多少钱呀？1200。这回你拿个啥的硬的，你手的，我告诉你，手的，我这个砖不是一般的砖，你手啥？这大哥这都是老货。泡泡行不？行动去。都挺不错。好硬不？刚好硬。你看这，我今天给它断开，我横打横开。顺拿顺开，我给它干开。家有菜刀能切开呀，切不开啊。拿螺丝刀电动分。这个能优惠多少了？这个，这有点毛病啊，这个底这儿。哪这一点毛病？哎，不是坑你说的东西，你用去磕粉正好。你有这个吗？你这底部有点小过去，我们家挺硬。玻璃刀啊，记住了。不如别的，你买300大瓶子，你还挑点。对，你说的没有毛病，是。底儿就没人挑了。对。嗯，不像磨刀。打眼儿，哎，磨刀打眼儿可好，有的他不敢整。你看这，我打这边可深实的，这边可不行。我让他下去得下线。这种小盖罐儿。你看我切几段，好几百的买不到，一个这样，这样，磨刀磨剪子，你这个，这个亲自下去，这个使劲往下，别往烂插。来说行里人卖的卖漏了，苹果红狮子，搞直播来，老弟，我给人家拍拍。跟那个范海洋似的，对，范海洋上期节目什么呀？说他是从北京古玩城买了一个元青花的罐子。花几千块钱剪了那么一个，还像专门像拍的那个节目了啊！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这是演戏吗？对，晚上还从云南买了一个那个，就是
加完的。我说三老板，这个麒麟混子这完整吗？完整。多少钱呀？3000。对，我那有便宜的，1500，上回摆那几个都1500。就这麒麟。这画的挺好，这个。对。他不是按片儿说话吗？对。给我买一元件，那都是说这些方法不是说冒坏了，咱就说顶用，冒坏了。红十字。反正你就是爱修活，多少都会啥了点儿那个。是。高手还是能看出来，一般都是门外行。五福捧寿的盘子。下边那个。小糖罐多漂亮，小糖罐。又改善了，条件不错啊。收点了吗？他说这个将军罐，要就那多好啊，这个对儿，全是人物，这个瓶完整的。水一天都没有。这个补骨的盘子，人头罐，将军罐的盖儿，这一对儿，藏友们大家好，刚才这前几段视频呢是周日三河国安市场地摊，我给大家录了几段，基本上这几个摊位全是卖老货的，第一个除外啊，第一个也是我朋友，他也是卖老货的，只不过他这个摊位啊，现在好多他出摊的地方呢都是他之前买的上当的一些品种，然后拿过来处理一些，但是人都非常实在，第一位是一个小姐姐，剩下几位都是老大哥，最后一位是一个老大妈，都跟我是朋友，都认识。我给大家录了几段，然后最后啊，我从那第一位小姐姐这儿呢，拿了四个豆青的碟子，我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品种，非常对初学者非常有教学意义，甚至很多人都上过当。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，请看一下。大家注意看一下这几个碟子啊，这是我周日逛地摊呢比较大的收获，我这个大打个引号啊，但是意义非常大。我认为呢拿回来给爱好收藏的藏友们讲解一下也非常有意义。这个碟子啊是我一个朋友非要送给我，不要钱了这东西。但是咱们不能不给钱，对吧？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碟子啊，是一个豆青釉夹道时期豆青釉夹彩的碟子，这是四个，中间画的呢是个蝈蝈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个碟子呢在前几年甚至现在都有很多人上当。这个碟子的工艺呢是后夹彩，它中间这个图案是后夹的，后画上去的。这个是一个素摊的碟子，豆青釉素摊的碟子，没有什么在中间画彩。这种碟子前几年包括现在很多人不认识的情况下都花好几百买，一两百两三百三五百都有。我拿这几个呢是给大家教学用一下，希望大家呢增长一些知识，以后遇到这种呢要注意一下，格外注意一下。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这种碟子啊，在地摊上在市面上大家如果遇到了，几乎95%以上都是后夹彩的。说这种碟子有没有原夹彩的，就是老彩的，有很多，但是非常贵，在一般地摊里是遇不到的。它这种原夹彩的有很多品种，后夹彩呢仿照原夹彩的这种图案进行，有蝈蝈，有白菜，有白菜图案，有画蝈蝈的，还有画桃的等等，画桃的也居多。大家要千万注意一下，这种原彩的很贵，而且咱们一般遇不到，市面上遇到都是后夹彩的多。希望我讲的对大家有帮助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大家。